明白，嘿，我个老，我个老嘛，吼，我那个。好，来，咱来开始啦吼。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哈，认清事实才能创造未来。您各位哈，上课到今嘛第三天啊吼，其实大部分的物件，之前的讲师差不多拢讲过啦。吼，所以我来接这个课哈，我是大概的物件，甲恁重要，甲恁复习一下。另外讲一寡，我先聊我家己身上的故事，互恁听啦吼，希望会当互恁较有信心讲，这个台民政府到底是不是真呢？啊，是不是有可能会成功？安尼哦，啊，我要先上课之前，我要先问看卖下哈，你是亲戚朋友介绍来，请你举手一下。手举高一点。差不多拢是嘛，手拢下，拢大家拢是啊。啊，无你安怎来？这样子哦，可能那个是就是像年纪来的人哦，有参加职教的那个讲话的跟他就是很像。所以你有看到上面上课的那个录影吗？还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好，来，好，安尼其实恁大家对咱台民政府拢比较有认识个啦，对不？好，好来，咱开始哈。来，你会惊吗？来，很好，来。好。好，好，来。我想要问看麦啊，你真正会惊？真正会惊？举手不要紧。拢无好，真正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头一届来上课，我会惊。三年前，阮来上课时，毋捌听过什么是台民政府呢？真的啊。啊！但是迄阵啊，我嘛是来，我会惊，但是我阁来哦、喔，来。啊！恁袂惊，恁大家拢有了解啊。你知影这无问题，所以我讲恁是有智慧的人啊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啊！我会惊嘞，我是安怎？我阁来呢？我是有勇气的人诶。哎，我会甲我的故事讲互恁听，等一下会详细讲，讲清楚。吼、哦，我会惊是有勇气的人啊。是安怎咧讲？咱。二二八对不？迄阵啊开始，一直到尾啊，拢有一直拢有白色恐怖呢。吼、哦、啊，白色恐怖的情形下，啊，佫敢来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到底台民政府啥货？唔是民进党尔嘛？他有佫一个政府造出来嘞。啊，这是要你想要要叛乱了，还是好了？啊，我来上课来去用掠去的，对不？我会惊啊，他来我真正会惊我话呢。吼、哦，你三年前无像即马，已经讲遮久啊，吼、哦，大家可能较了解。阮阵仔来时，还阁无网络顶头，还阁无录影呢。有录影，但是无放去网络顶头。啊，所以阮无了解啊，无了解，听了这个敢来上课，我、哦、是真正有勇气的，我不问你。好、哦，来，我开始甲恁讲，想要要讲我的故事，要有恁有信心啦。哦。哎，2011年1月，迄阵仔初级班第一期，阮爸爸。伫个中华迄个跳蚤市场吼，有一寡前辈，民进党未成立之前，秘书长就伫个外口咧讲这论述，因就有人对秘书长啊，啊，就传到中华，去全台差不多有人听过啦。但是吼、哦，伊无刊报纸嘛，未当上电视嘛，所以无真侪人了解。我爸迄阵啊伫遐拄着一寡前辈，甲讲，有这个物件，你要去听看卖啊。我爸来上课。上课了，等下我甲讲，你也进去上课哦。啊，你上课上啥话？你也讲未清楚啊？我爸讲未清楚啊。甲他讲，你也去上课，你也去上课。啊，唔是安尼尔咧。伊上课了吼，第一期上课了，伊个名字出现伫个咱台民政府网站顶头。安那安尼啊？啊，这个未要紧哦。马英九2008年选调总统了，我发现伊每一下。所做诶代志，拢是要甲台湾送互中国咧。啊，都咱诶总统，伊就讲想讲，咱诶总统在哪里做啊？啊，阿强迄边嘛，定咧话讲，
台湾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对不？啊，但这边的中共哥安尼做，啊，就要用统一去啊。迄阵我想，啊，就要用统一去了，啊，你过来上这课，啊，名个出现伫个顶头，我感觉把笑呢，讲，嘿，阿强啊来入来吼，他一个要抓，就是恁顶头名的人。我真正个笑呢，但是我想讲，咱台湾对二次世界大战，该阵啊六十几年啊，中华民国，你认为起来讲，什么咱要加入联合国？啊，变嘛讲咱要加入联合国，对吧？啊，佫有一挂台独的前辈讲，啊，我们要台湾要独立，啊，武六七十档啊，是安怎拢武会成？啊，无加入联合国，啊，无独立，啊，伫遮原地打转，原地打转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对吧？啊，今仔有一个新的物件出来，我就想讲，我来听看卖啊，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我迄阵啊是一个关心台湾的心，讲，我来关心一下，看这到底是咧讲啥？台湾有一个新的出路无？我会惊，是我嘛过来啊？我真正来上课，啊，上课上了咧，迄阵啊，就是刚才一个想法啦，啊，特别用统一去啊。就算你讲的是真的，也不好啊。形势比人强啊，实力在后面做后盾。叫我强，你用早晚强吃去。去中国去佚佗过的人吼，你就知影。哦，因咧进步足紧的呢，对不？大家拢会惊。阮妈妈啊，我妈妈去，阮妈妈去几落遍，大家去，算算下来讲，吼，咱要用统一去啊，咱要用统一去。真的啊，拢安尼想啊，我想啊，无希望啊。就算你讲的是真的吼，你民政府也无可能顾我的巴肚啊，我嘛是爱顾巴肚啊。我等于个认真做工课嘛，认真赚钱啊，无变安怎，对不？吼，啊，就买插伊啊。啊，过超过一年，高级班开始啊，2012年2月第一期高级班开始，阮爸爸有够厉害啦哈，伊阵啊，伫要满80岁啊，即摆已经满啊，啊未晓电脑啊，手机啊，干要接尔啦，佫袂啥要卡。哎，奇怪，人遐去平拢会，大家拢会遐哦，互相遐传遐消息啦。伊佫听着，伊佫随走来上课啦。上课上了，佫甲我等于讲，你爱去上课哦，你爱去上课哦。嘛是同款讲袂清楚，你到底学着啥货，你毋讲啊。啊，迄阵啊，我就知影讲啊，咱每一届上课拢有录影，拢有放伫。网路顶头，我初级班上过啊，我高级班也拢上同款的，我来上无意思啊，对吧？我就先去看，看迄网路顶头的录影物件，袂歹啊，趣味趣味啊，佮有新的物件啊。但是哈，我嘛佮看了足侪人哦，批评咱台民政府的，对吧？一直讲咱是诈骗集团，两边看看，我嘛是惊啊，但是我嘛唔对啦，两边的物件我拢爱了解啦。哦，你要真正深入了解，我讲是不了。你要真正深入了解，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底倒一边是真的，倒一边是假的嘛。哦，所以我爸爸甲我讲爱上课，好来，我就来上课啊。哦，好加载，迄天我也来上课，我是第四期的。咱这边上课拢三天嘛，吼、哦。拜五暗时来上课，拜六透早起来一饭，对不？迄天拜六透早我起来一饭啦。我看见吼，咱秘书长。甲顶头啊，一挂哥来讲，紧来紧来，来又上来又上，不用奇怪啊！啊你，大家迄个身份证拢摕着啊，因身份证拢不用较早申请，啊你身份证摕着啊，啊你是要申请啥物物件嘛？是啥要翕相？怪怪啊！啊我想讲，不要管他哩啊，食饭啊，啊你上课啊，上课呢，必须另来讲啊，伊讲吼，迄、那个。美国吼，叫阮遮个哥仔吼，先申请迄个旅行证件啦。我听着讲，安尼我看着，甲你上个讲的会下嘛，对无？倒起来下。今日我是敢若上个时阵听着尔，我有可能认为讲，你可能咧演戏的。但是我是私底下看到啥物物件，甲你上个时阵印证起来，啊，你讲的是真的。哦，我确定讲吼，这个物件是真的时阵啊，我就有信心啊嘛，我就袂惊啊，我就回去随敲电话，讲个，讲这只叫回来。我我伫台湾民政府看你什么什么什么物件，安尼，我
打电话时，我讲这个讲吼，迄个中华民国要叫赶出去啊嘞，中华民国快要不见了嘞。我就讲啊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去看到什么物件嘞？哦，啊，叫人来讲嘛吼。好，啊，讲了，阮哥哥，迄阵啊，伊拢要未上初级班，听到了，伊就随上初级班。初级班上了，随接着上高级班。啊，伊个比我较认真，哦。我无住喺厝啦，我伫喺外路食头路，外口食头路。啊，所以阮大龙洲迄边嘅迄个活动，我就较少参加。吼、哦，啊，讲到遮，就是要加强恁大家嘅信心。我嘛是惊，但是我感觉我是台湾人，我爱关心即个台湾嘅物件，台湾嘅代志。我巴肚当然嘛爱顾啦，但是我嘛是爱关心嘛。啊，我会惊，我会惊，该、啊、做嘅就是该做嘅代志，嘛是爱做嘛。哎，台民政府是真的吗？正义的，真正有美国在后面支持吗？啊，大家都在想啦，会成功吗？啊，若未成功，就莫算啊，就免来啊，对不？啊，恁一只读三冬，读三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恁感觉遮的问题咧？真的吗？后面真正有美国政府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哦，赞赞赞！讚但是无美国人伫遮甲咱，互咱看咧，对不？好，来，好，好，来，我判断台民政府是真的啦，是安怎？我们爸迄阵啊哈，民进党个组党伫党外时阵，伊就足很热衷参加个活动。民进党一个组党，伊就随参加呢。参加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知影吗？迄阵啊，我读高中，我记我是高二吧。哎，我印象就是很深刻哈、啊。中华民国警察就走来阮家，我家己亲身就看了两遍啦，啊无定敲电话来。所以我讲我会惊是安怎？因为白色恐怖的物件发生伫个我的生活当中诶。所以阵啊，我真正出去班来时我会惊，啊上课了我就毋捌插伊啊嘛。但是啥啦？阮爸爸迄阵啊上课，啊甲我上课，啊甲即马。已经满三冬啊呢！中华民国无一个警察啦，敢来阮家，万不一个官员敢来阮家，敢打电话来甲阮啰里啰嗦，唔办呢！我讲哦，这个太神奇了！参加民进党也无要甲你兵中华民国，就开始安尼甲阮乱。我参加台民政府想要创啥？你想？咱参加台民政府最后的目的要干什么？就是把中华民国赶走嘛！讲到歹听，我就该消灭。中华民国赶走回到中国去，他只能回到中国，回到中国以后就怎么样？统一中华民国就不见了嘛。台民政府干不了，其实讲较坦白，我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。我要消灭你啊！为什么没有人敢来抓我？啊、都没有人敢来讲什么？哦，这个太神奇了，这个后边一定有什么物件了，很强有力的东西在后面。好、哦，过来。我唔捌去用，要讲你爱捐钱啊！咱买一个 logo 500块，买顶帽啊500块。有人讲花足贵个呢，有啦，其实真正有较贵啊，即我承认。吼、哦，后壁一本册偌济钱，对无？一支旗仔偌济钱？美国国旗免钱啊，剩个旗仔拢爱钱嘛。啊，旗哥爱钱啊！啊，伊敢有讲叫你捐钱？无呢，伊是甲你讲，即偌济钱，即偌济钱，你甘愿你出钱？来买，对吧？伊毋是讲啊，你捐钱啊，后摆有啥物好看的哦？你无，伊无甲恁讲。恁上个三工到倒一个江苏安尼甲恁讲，你即摆捐偌济，后摆有啥物好看的有无？无啊，真正无呢。吼、哦，过来身份证，恁敢有人要申请身份证的？大家拢有啊吗？要未申请？哦，哈，还没下来哦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有申请就可以。哦，啊，你若要申请，其实趁这个时阵你来拄啊好去办，吼、哦。想要讲这个身份证，这个身份证，咱来申请，咱是不是要交资料？啊，你摕到身份证的人，啊，你资料有泄露出去无？你要判断你资料有泄露出去无？啊，诈骗集团就甲你摕去借钱啊嘛，你一定会向用收到小单，哎呀，我来欠人向欠这多钱，对不？银行就打电话来跟你讲啊，你欠我一多少钱哦？唔办呢，都唔办。所以表示怎啊？伊这边的做法真正派。
啊，咱也无机会去用着这个身份证。咱的同心有人去美国、去日本，摕这个身份证出来用，会发现讲人接受呢，对不？那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不是咱台民政府家己做，这谁给咱做的？美国军事政府。所以不要搞错了，还电视顶头讲，哎，台民政府自己做了身份证假的，咱家己做的当然假，但是不是咱做的啦，是吧？美国军事政府给咱做的。哦，不要搞错了。好，报纸的公告，前一阵啊，初级班第一期开始，伊无一开始就看报纸呢。我一过头半个钟啊，是当才开始看报纸，看到即马两档啦、三档，对吧？大概拢看偌大张，你知影吗？有注意过无？半张嘛，对不对？大概拢看半张嘛，看两三档啊，咱那是诈骗集团，早就去用抓起来了，对吧？哦。今年的啥？过年，旧年过年，初嘛，佮伫个《中国时报》佮《联合报》佮刊伫头版呢。所以，伊毋是诈骗集团，伊是真呢。哦，过来，国际的迄个办公室哈，连咪我后恁看迄个相片啊，应该恁即几间也有看到。吼，迄个人是迄上特别啦。吼，对，按国际的办公室其实拢足大个。我上班的所在伫台南，台南迄个办公室是较早迄因讲迄阿扁的办迄个饭店，足大间的，拄好伫人迄个地下道要落去啊，足大间，系啊。啊，每一个酒的办公室拢较大间，啊，若诈骗集团，啊，若是违法的，你看美国政府，他有可能放你耍嘞，对吧？早就甲咱掠掠去啊，咱这一间遮大间。我迄阵啊，早起班要来上课时阵啊，我爸讲袂清楚，伊跟他讲伫大坑国小迄附近啊，啊，我就坐计程车，坐到大坑国小落来，拄对面有迄派出所嘛，我就走去门要问迄个台民政府啦，我拍一个背包啦，入去啊，迄警察就讲啊，你要来台民政府上课的吼，系啊，哦，你太会知影，你遮厉害，我看你背着背包，你是要来上课了啦，哎，就甲讲滴到滴到，啊，去行去行。迄阵啊，因就知影。迄阵啊，咱也是假，搭落去用掠去啊。甲即马已经三档啊，他有可能是真诶咧，绝对毋是违法咧，拜托诶，绝对不是违法，绝对不是诈骗集团。好、哦，二来，搁伫咧美国注册一挂文件，今仔日有分迄个资料互恁，对毋对？哦，其实咱诶网站顶头搁较详细，伊后壁敢分一张尔啦。临边我看觅闹时间吼。我会调咱的迄个网站出来，甲恁讲什么所在有重要物件，恁会使去看。哦，对啦，啊你，恁有定来咧看咱的网站，一礼拜哈，有看三遍以上的，看三届以上的举手者，干那一礼拜啊？啊，恁其他拢是超过三届的对啦，对不？哦，电脑不行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恁想了解啦，对不？有机会回去吼，叫恁的囡仔，啊是恁有迄个平板，啊是迄个迄个啥智慧型手机，遐嘛会使看，拢没有，啊，安尼有较可惜啊，因为拢有一挂新的物件在顶头，需要恁定来去看，上好是一天去看一遍，一天去看一遍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，吼、哦，好，反过来，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，咱这边较好是讲吼，咱甲迄个判决吼。甲翻译做中文，互恁看。啊，真正的判决伫底，伫咱后壁《台湾最终地位三》迄本上大本的后壁恁看，内底所有各美国的，甲迄个法院啊，所有内容的迄个资料，拢伫内底，一本较大本。诈骗集团无人好水准较悬的啦，嘛无人爱好好耐心的，啊编一本较大本，拢写英语。还佫出真，佫足难的英语呢。我无骗你，我是教英语的。我看着好，我嘛头疼。我知影迄是很高级的英文。啊，这物件表示啥？咱甲你讲的，咱所经过拢是真的。啊，绝对毋是甲你骗的。哦。啊，佫来，我讲过啊，我第啊民政府佮伊班看到这個，哦，就是刚透早看到。对于阵啊开始，我才真正相信讲啊，后壁有美国的支持啊。你啊，我看到证据啊。有的人讲啊，我都无看到证据，我不爱相信。啊，我认为我看到证据啊，
当然，迄毋是直接的证据啦。但是我认为有一寡物件是秘密的，对无？你伫咧边仔的物件收集起来，看到倒起来一下，我认为这是真的，所以我有信心啊，我有信心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哎，宜兰机会啦，对吧？对面是迄个警察局啊，对吧？哎，伊咧甲恁徛卫兵啊，有够好诶，上安全诶，吼，拢无代志啊，吼，免惊，真正免惊，吼，过来，啊过来，吼，啊这是我甲掠起来这边啦，当这离较细腻啦哈，意思要安讲，这是真正，咱台北国遐真正有注册，咱毋是学袂乱来，啊，绝对毋是学袂乱来，吼，哦，啊这也较好啦，伊有甲你翻译做迄个中文啦。应该入去咱个网站看原文吼，哦，啊，你较细里看无吼，哦，来，上来证据也是这三项，啊，四月份，四月份奥巴马总统要去见日本天皇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啊，咱这边得到消息讲，伊会甲日本天皇讲，要甲咱台湾先互伊，啊，这个消息若真正有公布出来，就表示啥？咱台湾民众讲是真的嘛？咱是共骗的嘛？吼，哦！哎，过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美军佮重新入来咱台湾，美国一直占领台湾啦，但是咱真正看到美军是安怎？哎，委托中华民国来做啊，咱看到拢是中华民国军队啊。咱即摆希望讲啊，中华民国离开，你美国来家己来做，因为中华民国来胡萝卜坐。乱七八糟的代志，这一堆违法的代志，这一堆。那七十年来，咱本土台湾人，对吧？在国际社会顶头，拢未正常，唔对嘛，对吧？你美国该做的代志，你家己来做。哦，啊，咱应该提呢旅行证件啊，拢无法落难，叫咱去提呢迄个中华民国护照，那唔对的啦。哦，这两项代志，那发生啊，上尾也就是这嘛。哎，欸，你中央民国改造啊！你莫人讲占伫遮，占伫遮，我计是你的，你是占领的，不是我规个土地然后变你的，不是安尼。啊，没有啊，不能卖，也不能卖啊，吼。对啦，啊，但是嘛是要干剩下啦，吼，将来能拿回多少算多少啦，对不？吼，这个证据，这是上有来的上直接的证据，还未发生。但是，咱所得到的消息是，今年内底啊，一定会有重大突破。哦，这内底一定有一项代志，上无一项代志会发生重大突破。只要有一项代志发生，就表示讲咱行的路，咱讲的代志拢是正确的。好，哦，啊有啦，最近佫开始讲啊，讲咱会使去申请迄个美国的旅行证件。我们等足久的，拜托的，我们等三冬啊嘞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进前去年就到的，迄阵啊。记者会，台北国记者会成功就讲要有人申请，但是咱无人啊。伊主要讲讲，咱来申请落，都要执政诶，无人无多行动了诶，就讲会使开始申请啊，中华裔诶。秘书长讲，伊毋是中华民国人，伊无爱摕中华民国护照，所以拢袂当出国。我中华民国护照是我已经到期啊，啊我知影啊，我无爱甲申请，啊但是我嘛足爱出国佚佗啊，我即马袂当出去啊。我足等迄个旅行证件呢，哦，等三等啊！哎，啊，大咩行哦？日本天皇，啊，中国袂阁起来跳吗？伊袂受气吗？伊袂讲话吗？对不？啊，咱大兄常常走大陆人，一直拢知影，伊足了解中国迄边的态度，中国真正足阿爸的呢，伊袂受气吗？而且安怎？美国欠中国上侪钱啦！你欠人钱的，你就较安怎？袂输敢若较小弟安尼点无？吼！啊，美国嘛惊，真正是安尼吗？迄，那个高级班啊哈，啊，秘书长即个中国什么情势报告，对吧？伊会甲这部分讲啊足详细。其实你一定要倒来上高级班啦，你才会更加了解，吼！啊，我是对另外一方面来甲恁解说，美国会惊中国吗？哦，这是美国财政部家己的资料哈。你我对对找出来，我拢互恁这个资料。你若袂会使，你来考，啊，你等于家看。
美国财政部的资料，一家公布的哦，哈，这个，这个今年2014年1月份，中国改借偌济？这是1亿哦，你注意吼，对这开始，小数点开始，这是亿美金哈，亿、十亿、百亿、千亿兆，哈，一条2735亿美金，合咱代表偌济？头40亿啦，40条讲唔对，40条代表。啊，伊排第一名，第二名是迄条呢，咱个母国个日本个。日本美国嘛个接触济咧，我看了这個我惊死掉个。啊，不管，咱来讲哈，美国较有钱还是中国较有钱？美国是好家人啊，你们我咧看，美国是好家人。中国是善恰人，啊，好野人是阿要去阿善恰人借钱，你捌想过吗？我唔知是安怎哈，但是借足济，借个无借阁袂使呢。啊，你捌想过无？我即马好野人，我甲你善恰人借钱，啊，有一天我也行袂出来咧。像卡像卡稀，你知影吗？像熊较大，你知无？我本来好野人，我行袂出来，啊，你损失拢是善恰人的。对不？拢你善巧人，顺序你负责啊，伊会撸散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讲阿袂使，你一定爱欠我钱，一定爱还我，我都无法度还，不然要安怎？要相拍哦，要相拍你拍会赢？好、有可能吼、哦。咱的美国这边吼、哦，日本好加在伊嘛是好野人啊，伊甲美国吼、哦、是蛮挤啊，这两个到底变哪巧？应该去处理啦，但是我知影讲吼，中国借这个钱啊，美国绝对不是好代志啊，绝对不是好事。哦，好来，本来哈，迄、那个冷战时代哈，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强国，一个是美国，一、就、个是苏联，对吧？啊，冷战结束了，苏联解体，你怎啊稀落去？伊袂当去甲美国比拼。啊，最近这几年，中国爬起来啊。伊经济足强诶呢，美国哈、啊，这个国家是啊真特别啦，军事世界第一强诶，经济世界第一强诶啊，拢是伊哈。啊，中国最近爬起来啊，伊变作第二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，超过日本，本来日本排第二名，即马中国排第二名。啊，美国欠伊上侪钱，好啊，人大家拢想讲，哦啊，这个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讲话很大声。所以美国会惊伊，真正是安尼吗？我很怀疑。啊，而且有的人讲啦吼，不是跟他两个强国俩，一超多强啦，一个超级美国，还有其他多个强国，日本嘛是啊，德国嘛是啊。哦，没错，中国爬起来啊，但是有强到哈厉害吗？哦，这个哈佛这个教授啊 ，Joseph S. Nye。一下这本册《软实力》，一这本册出来了哈，遐研究国际关系，啊，迄个国际战略，迄个学者的用的话，伊讲咧，什么是软实力，什么是硬实力？一个国家的实力分这两部分啦，硬实力就是你的军队、你的军事力量，甲你的经济，这两个力量哈，会使使人屈服的，就有这硬实力。啊，什么是软实力？就是你的政治啦，你的啥社会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的些文化啦，你的国民素质啊，这会使吸引人来爱跟你做伙，这就是软实力啦。啊，来看硬实力，中国即卖有几大防空母舰，一台，啊，迄台会使小台无？啊，未使小台啊。啊，美国咧，美国有几大防空母舰？你知影吗？唔知，十台拢会使出去小台杠小阵的。中国是要哪甲人比，对不？啊，过来，这是军队的力量啊，简单来甲你比较哈。啊，软实力，会晓未？啊，个经济，经济，这是美国的迄个 GDP 哈。美国有一个局较特别哈，因无经济部，因是伫个迄个国务院内底哈。
这是一个迄个经济分析局，这拢是对领导抓出来哈。GDP 恁知影吗 ？GDP 的国民生产毛额啊，一个国家内底所生产的一年内底所有的遐钱啊，遐价值和 GDP 啦。我讲一遍哦，这是业务吼，所以是啊，一年生产17条的美金，美国偌济人？即嘛3亿，3亿人一年生产17条的美金。哦，咱来看中国咧，伊这是累积的哈，各家，这是人民币，我甲换算过来哈，超高条的美金啦，高条的美金有偌济人？13亿个人，你家己算看卖啊。就美国一个人生产的量哈，是中国一个人的超10倍以上啊。经济足惊人个咧，就军事比较厉害，经济比较厉害。按个来讲，个人所得，这嘛是啊，这是，伊拢是算伊个开始个哈。我有甲算过，美国个平均起来，一个人哈，一年超40000美金啦，其实应该佫较济。但是我是用简单的这个数字来，恁看，安尼较简化，吼、哦，超40000美金。阿强啊，迄边中国迄边一个人偌济？我算过，这是人民币哈，超4000美金。所以伊的收入加伊的生产，拢输人10倍，经济输人，军事武力输人，伊是要怎共比？美国会惊伊吗？吼、哦，啊！注意吼、哦，我发现讲啊哈，这是因家己中国家己国家的迄个资料哈。城镇居民呢，伊敢算城镇居民呢？啊，若增加所在无算在来哦。啊，若增加所在在来，啊，那伊人民的所得佫较低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好、哦，好，来，我拄只讲着军事力量佮经济力量。啊，有一项，我甲恁讲，人民的素质足重要个呢。我伫个中国大陆台商学校教书教三冬，有一届我带阮个囡仔出去佚佗，去个上海游乐区啦。佚佗了，迄天拄拄好看到，中国大陆吼有一个小学啊，老师嘛带囡仔去佚佗，啊，佚佗了回来，我看囡仔下个周记，有一个囡仔讲，我们在那边哈、啊、排队。我们要玩的时候啊，中国小朋友跑过来给我们插队，还说呢插队是我们的强项。我看见那么分歧啊，真正哈太安内嘞，插队是我们的强项，你拢知影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怎么把那个下周去跟他叫来？这个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他们给你们插队啊，你们怎么办？所以后来我们都把他撞出去啊，他来插队，我们就给他撞出去啊，这样。咱还有这个勇气呢。我发现讲吼，中国的人真正，国小的小朋友讲插队是我们强项，迄里面素质有够差的啦，对吧？还人喺日本311海啸，迄规个高速公路塌掉的，迄 7-Eleven 对不？迄超商，大家拢要买物件，大家拢塌掉的，都排3-4点钟，排几工，排到有人夭死。人嘛是去排队啊！啊，中国这边跟人讲插队是我们的强项，从根就烂掉了。但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咱台湾人民的素质嘛咧降低呢，我看得很伤心，我很生气。想哪里讲？我上班的所在伫台南。啊！伫大都市内底吼，红灯大家拢规矩，但是哈、啊，离开大都市以后咧，我定下骑铁马，也是骑倒摆哈。啊，红灯停落来，照你讲哈，我是头一个哦，我尽量停伫迄个白线后边啦。有当时啊，当然冲啊紧的，我多少会撸过去，但是我拢尽量停伫白线后边。但是停落来了，奇怪，我明明第一个啦，后边个出，佮过来，佮过来，佮过来，迄、那个倒摆拢停伫倒位，你知影吗？拢停在斑马线啦，有够夭壽的啦！斑马线是要有人行，是要咧学倒摆停车，拜托搞清楚好不好？你咧驾照是用哪摕到的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够啦！
有诶搁较凶诶，毋是停咧斑马线尔，啊出到迄啥待转区啦，待转区人是迄边过来要待转诶，啊你无要待转，你共占人诶位，安尼敢对？你嘛是插队呢？我定定看着安尼，我足火大，哇！啊，咱诶素质呐变甲迄边共款，你是要甲伊统一吗？哈？啊，搁有咧，大都市内底吼，我都摆拢会戴安全帽咧，阮迄个较睁开。我定定看到迄家长哦，头前载起来，后壁载起来，无戴安全帽，佮闯红灯啦。吼、哦，你呐，大人，咱这大人，我真正甲你呼吁啦，拜托你莫安尼教歹囡仔大细，咱后一代你安尼教，后摆拢无人要遵守规矩啊，大家拢咩啊？为了利益啊，只为利益不问是非，咱就甲一边共款，对吧？咱是要后摆是要回归日本的呢。你是要做一流的国家，还是要做迄个三流的不入流的？嗨，哎，讲，这个刚你拢看到，自从天皇诏书公布了，咱就变作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这块土地不是你中国的啦，当然无要行你，行有应该的人啊，我行有应该啊，想让你起来甲我跳，你是要跳啥？你凭啥物？你凭啥物受气？凭啥物讲话？对吧？这跟你根本就无关系。但是我咧想啊吼，中国那边的媒体嘛是去走起来跳啦，无骂骂哦，袂当交代，啊骂做你骂啊，对吧？骂做你骂啊，该做就是，安怎是对，就是安怎做，对吧？来，主权领土的转移要明确的条约啦。什么的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，哦，加。这跟我讲着，台湾要挂好像，无呢，真正无呢。啊，人讲哎，开罗宣言讲哦，什么台湾就回给中国了，靠安尼咧。你若有机会哈，有甲迄个中国那边的做生意的，你就知影。有人伊讲啊，跟你签意向书，我们要做生意了，签意向书，讲出来物件之后要送回，讲哎，我要跟你说钱，哎，我们也要跟你做生意啊。那、啊、你不是有签意向书吗？那、啊、是意向书啊，啊，意向书可以反悔啊。啊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契约？啊，真正落订单，真正写契约，那个才是真的要照做啦。宣言就是安尼啦，宣言是一方面甲伊讲的，我后摆要安怎做。但是迄是你去甲伊讲的啊，啊，条约、合约，这是真正两边拢要遵守的啦。这些东西都没说台湾要向谁，都没有，所以你不要再想说、啊、中国怎么样，不要插他，跟他没关系。这些东西我有跟你说，对着找出来，你也可以去看。我们台民政府有很好的一点，就是说因为秘书你有研究很特别的、很透彻啦，应该很透彻，他的东西都写在那里给你看，你可以自己去查。所有的条约拢无讲要向我哩中国嘛？你中国凭啥物起来讲话咧？哦，来占领不得已转主权啦，对不？哦，中国来只甲咱占掉，就讲啊，这是变异的，套安尼咧，伊是土匪哦。哇，美国去攻打伊拉克，啊，到尾啊咧，伊敢有讲伊拉克变美国的？无，那照古早时代的观念话，美国攻打伊拉克，其实甲人伊拉克灭国咧，讲灭亡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规个政权拢共摕掉啊！啊，尾啊，总统拍死，当然毋是美国甲拍死的啦，对吧？但是伊规个拢灭掉啊嘛，对吧？啊，但是伊嘛是阁行啊，阁行为伊拉克人民，你的国家你家己要来管。伊无讲啊，怎变我来共并吞占领，怎共并吞没有了？哦，但是这是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，也遵守国际法啦。啊，你哪摆遵守国际法嘞？啊，你变什么国家？不文明的古代国家吗？人拢进步到现代，你搁留喺古代吗？你早晚就去灭亡，家己灭亡。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让侬知影。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哎，印度达赖喇嘛对吧？因为西藏流亡政府走去印度，伊来甲印度政府讲：哎、欸，歹势啊，这块土地我占的，我不爱行李啊哈。我想要在这说我自己的那个国家，啊，你敢讲会通？印度敢会同意吗？你敢安尼甲我讲，我甲拍，是不是？我想要甲你消灭。
啊，中华民国来个遮，占上讲这必须的啦。啊，想要咱来承认，咱打哪路对讲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你想过很奇怪呢，不是吗？想到那边印度那边的情形是安尼，啊，想到中华民国这边的情形是安尼，哎、欸，一定有一个地方是错的嘛，一定有一个是错的嘛，是不？中华民国是联邦政府，1949年再来个台湾，迄阵啊，台湾的土地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未签嘞，台湾嘛无讲要有啥物人，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嘛，你离开家己的国家来个人别人的土地，你不是联邦政府，还无意义啥物话？去吃官袂讲，哪个吃怎要共占掉，要走？欸，我发现中国人的迄个心态就是安尼嘞。伊若看到介意的吼，伊无咧想要修法的啦。我想甲你占来霸来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比看像拳头骨较大粒，哎，咪土匪嘛无啥。所以较早，迄李彦辉讲，迄边的土匪也国，真正讲了着。好，来。战争法的主要原则七八条啊，我希望恁家记起来。啊，这伫咧倒位拢有讲讲《战争史回顾》第五篇。吼、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种怎样？占领军不得向当地居民实施征兵制。你讲征兵，你想啦？你要叫人改变国籍哦？这袂使啊！哦，所以中华民国叫人去做兵，这唔对啦。啊，到时要处理，唔知影。以前白人爱甲偷，对吧？被占领区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体系继续运作。被占领区的人民、啊、他不能有武力，不能有外交权，但是其他的东西哈、啊、没变。那个老的，你本来是什么款的书法的，什么款的书法？你本来过什么生活的，继续过什么款的生活？啊，伊讲安怎？改变他的国籍，佮讲啥？四万块换一块，唔是安尼尔嘞。来到这，看到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厝，介意的入去，就不敢提，不敢讲。那完嘞！好，过来，被占领区居民有暂时效忠原则啦。你去到这个国家，你得要先效忠的国家。但是你不是伊的公民哦、喔，搞清楚哈、喔。过来，被占领区领土主权被主要占有权领，占领全国握有，还没交给当地民政府，属于暂定状态，未达最后状态。所以台湾地位未定嘛，那么还没到达最后状态，台湾地位未定。喔、被占领区管辖就是。政府体制要正式宣告才结束哦，正式甲你公告才有结束。啊，美国国会、美国总统拢无讲美国从这里撤军嘛，也没有说结束占领啊，没有。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今嘛，咱拢要跟美国占领啊，只是讲伊拢叫中央美国来代替做这代志。哦，咱要讲占领嘞，哦，被占领区属于独立关税区，所以去签 WTO。因为独立关税领域是对家来的、哦、好，占领全国可以委托他国执行代理占领任务。因为中华民国在家，因为就不爱讲中华民国啊，以蒋介石的军队在家，安尼中华民国无去啊，不是吗？哦，啊，还有一条更加重要，这战争法原则是，即使被命令哈、啊，没有人必须做违法的事。你无唔对啊！我占领，我听你的话，但是你袂使叫我做违法的代志啊！无，哎，唔对的代志就是袂使做。啊，中华民国发身份证，奇怪，你想啦，伪造文书哦、喔，还是诈骗集团，咱来用伊身份证，啊，用伊护照，啊，你唔是中华民国人，想要用伊护照，你若唔是美国人，你去摕美国人的护照，你会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有想过无？你要入去人别国的海关，人家你扣去，你是假的。是不是安尼？干征兵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想无诶，因咱话因是拢无迄个，中央拢无人才嘛，完全拢唔知国际化是虾米物件嘛。他安尼来只拢为非三者啊，啊，六七十年来还安尼真正稀烂咧，啊，伫咧国际社会顶头一直拢无正常诶，啊，好、啊，哦、来。当然，地位爱叠加吹啦，古今山和平条约，但是哈，他没有完全决定台湾的地位啦，是把它做一半处理而已，还没完全处理啊。你去看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主要是这个，不是其他的物件哈啊，不是其他的条约，什么和宣言，现在都不是哦。
哎，中国隐瞒真相，日本天皇白有所有权，这块土地要是你们天皇的，我们至少要回归日本天皇，回归大日本帝国。美国总统会有占领权，美国要敢这样，中国流亡政权代管。好、哦，来，认清事实，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对吧？这是真正的事实。这些东西要在台湾很明显的出现，国际社会都知道，全部的本土台湾人都知道，这才是什么？真正回归到这个状态，回归到这个状态后才开始往前走。但如果没回归到这个状态，没有真正这个地位，台湾人都搞不清楚啊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刚刚说学运，那些小孩子还是搞不清楚，没有错，他们很关心国家大事啊，搞错方向了嘛，永远都不走不出去，不出去。对这开始就要多行进口的路，台湾才有未来啦。刚才必须你拢讲，迄台独的民进党因遐，咸着帮经，我是认为吼，从出发点就错，这是我们出发点啦。出发点对不对？他有可能行入去帮经，进口的帮经嘞，对吧？哦，无对这开始，台湾的未来永远拢行袂出去。哦，咱伫国际社会上，永远拢感觉奇怪。啊！太闲了，要加入什么国际组织，拢有什么问题？大家拢讲阿强阿一票赢票，大家拢怪阿强啊！一中央美国足去厉害啊！我偌拉注意边去啊！台湾不可能加入联合国嘛？那不是国家，不可能加入哦。这种知影哦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，卖个蓝社会。台湾是什么人？日本，大日本帝国臣民。啊，中华民国什么人？欸、中国人啊，中国人跟日本人太难难这几回呢，对不、哦？不是同一个，两个不是彼此一部分啊。台湾未使独立，未使建国，即马确实未使独立，未使建国。你另外先安怎？先美军成立来嘛，人伊个敢占领，你敢话讲我要独立要建国，你是安怎？你要跟美国开战哦？你太可怜嘞！你凭什么实力跟人家开战？对吧？正白的正白。心灵属性，对吧？哦，美国人占我们母国是大日本帝国，这点要知影。我看真无简单啊！比如你用研究出这个来，让咱知影讲什么是真相。啊，若无中华民国会甲咱来仇视日本，是不是安尼？哎、欸，那是咱的母亲，那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的父亲呢？居然叫我们要仇视他了？拢认贼为父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有够恐怖的呢！我们这有够恐怖。来，我们爸爸妈妈拢有日本名啦。较早细汉时阵吼，我爸爸、我阿妈这边的哈，这辈，啊，拢叫我爸爸吼，闷将闷将。我想奇怪，什么是闷将？我也不知影。即摆啊，这是日本话嘛？哦，啊，我妈妈等于阿外家啦。嘿，阿妈一边的啊，外家一边拢叫尤西可，尤西可，奇怪。啊，尤西可都唔是个名啊，他系尤西可，什么是尤西可？我就不用知影，那日本名嘛，对不？我爸爸妈一代七八十岁啊，阿公阿妈一代，因拢经过日本时代呢，因拢真了解，哎哦，因拢感觉哦，较早日本时代较好，伊所有人守规矩，社会足安定的，啊人拢足高义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也使去问啊。啊，有人讲，吼、哦，日本人对咱足怕的呢，有啊，我相信，确实。啊，无甲你派，免来甲你教也好。我相信这個、啊，所以卖个想讲啊，咱是中国人，你那是本土的，当然啦，你那是爸爸妈妈真正是对中国一边来哦，哦，那你是中国人，这我无反对，是，我的爸爸妈妈伊拢有日本人，拢有日本名嘞，外公外嘛，内公内嘛，阿祖拢同款，对吧？我是台湾人，大日本帝国臣民。我唔是中国人哦，卖去甲男男做几回，我甲骗。哎，承认战败，耻辱是一时的啦，尊严是永久。先来讲，表面国你来讲，哎、欸，你们回归祖国了，我们是战胜国嘞，你们不要当战败国，当战败国丢脸。哎、欸，有得利哦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你有想到无？你用骗去啊？你只是做民主的嘿。但是呢，伊伫甲你记掉诶，你是日本人，你是日本人，你是日本人，
干那个金仔啊！日本战败，德国战败，二次世界大战战败，唔对啊，接受条约，然后都改出温，出温，对吧？但是到今麦六七十年来，人日本、甲德国，人虾米款的国家？冇想过嘛？那是一流的国家呢，对吧？经济、科技、军事武力、文化，当然是一流的呢。啊，六七十年来，咱是对时阵开始，咱就是正常的。那买晒遮好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一开始为了迄个民主，结果咧，你的尊严拢无去啊！你一世人，你若嫁无出去，无恢复正常，你一世人拢是耻辱的。唔是咱一世人尔咧，咱后壁仔仔孙孙拢同款，拢耻辱。我直接甲恁呼吁啊，卖为了民主，民主是假的啊！我当初想无，即个民主。这个这两日到底想发明出来的？民主是假的，尊严才是真的。你要去分好清楚哦。过来，血统不等于国籍呀、啊！啊，我无想去年去见习近平，我讲啥话？两岸都是中华民族，都是炎黄子孙，点点点哈，我不管。讲到尾啊，讲啥？哎，人的一生经历很多的选择了哈。志向、职业、配偶，什么？但是有几样未使选择，祖先不能选择。因为讲一半尔，祖先不能选择，后壁意思啥货？咱大家真了解嘛？祖先不能选择，我的祖先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也是中国人，我也有后代，子子孙孙都是中国人，是不是安尼？伊的意思是安尼啦。但是我要甲您讲啊，血统不等于国籍啊。祖先不能选择，哎、欸，国籍可以选择呢。你捌想过吗？中国人出国去，看到人日本较好，看到人美国较好，跳机不回去了。他要想尽办法，他要当美国人，他要当日本人，当其他国家的人，他在选择他的国籍耶。当然那是违法的啦，那是不可以的，那是违法的。但是可以经过合法的程序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最理想的状态是吼，一个国家由单一的民族组成，爱上好。对，迄拢袂内乱，阮家己人，拢是为了家己的民族，拄好为了家己的国家爱上好。但是即马即个现代即个世界无可能呢。美国，你若甲美国讲，哇，血统不等于国籍啊，一定要统一移动一样的血统才行。啊，美国分裂啊，你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拢走去美国，若有人规划美国籍，那就变安怎？哦，过来啦，我来讲，哈。我想讲啥？祖先不能选择，我同意啊。十年前，我对一个美国人学英语啦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伊的姓哈，伊的姓是 Germany 德国意思啊。我看了我就讲，伊的祖先可能是对比迄个德国那边来的哦。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德国人吗？讲我不是德国人，我的祖先是从德国来的，但是我是美国人。伊讲我足清楚呀，我认同的是美国这个国家。我对细汉对啊，读册大汉生活在那里，对，长大在那里，喝了水，吃了米，有没有吃米啊？哈，吃面包，吃面了哈。我是听大汉，我认同那个国家哎、欸，我的祖先是德国来，我承认。但是啊，我是美国人。啊，咱的吴伯雄，我会问你哎、欸，你是中国人吗？你不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吗？你哪去讲这句话咧？哦，不是安尼样啦！伊这句话讲咧吼，我们家喺中华民国那边高级官员，大家拢叫拔一个嘴皮。想要讲，喂，马英九，你是中国人咧，你两个女儿都变美国人哈，不可以变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中国啊，民国那些高官，很多人都把儿子、女儿拢送去美国，拢摕美国护照。啊，有我想讲啦，即摆咧改骂哦。是安尼吗？我伫要找哈，找迄个影片，结果找无。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稿，所以无法度。好、哦，祖先不能选择，没有错啊。但是我伫咧遮大汉咧，我讲了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外祖、内祖拢是，我是台湾人诶，我毋是中国人。不要搞错了，你要做中国人诶啥，你去做，你莫讲规定拢嫁落去。
是不是？再来，有一个人讲了足好诶，啊，柯文哲医生，诶、欸，阿、啊、伟来先讲国籍的取得，国籍的取得基于什么？要自愿意愿，要合法，三项原则啦。啊，前提下依照法律，一波讲啥？依照血统呢？拜托诶、欸，没有说依照血统哦、喔。哦，当然啦，你若血统像咱南平政府，咱一定要确定你的爸爸妈妈，吼、哦，外公外妈来做来嘛，伫个日本时代拢有这个诶户籍，这才是本土的台湾人。啊，这嘛是因为立法呢，当然他从血统去追，但是伊嘛是立法，这个法定落来了，才会使确定咱的身份，那是依照法律哦，哦，这是依照法律哦。好，过来，哦，啊这。世界啊、人权宣言十五条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权利可以得到一个国籍。啊，第二条讲啥？没有人哈、啊、可以任意的哈、啊、剥夺其他人的国籍，也不可以哈、啊、否认他改变国籍的权利。你也在变呢？啊，不可以随便把人家的国籍拿掉。所以中华民国来个家，赶紧转播成规划成中华民国，啊、你太丢啊！任意改变我们的国籍，违法。哦。好，来，柯文哲讲的来，台生，麻烦你把那个啊，他的讲的话啊，放出来给大家看。不管现在面来哦，我们面临一个很强大的外在压力哦，所谓的悲情台湾哦，有人在问说，客家人不是应景吗？那为什么会有人跑到北京说祖先无从选择？我说因为。我说客家是宴请没有错的，可是他没有脖子哦，所以宴不起来了。是这样的哦，外历史惯例的哦，祖先无从选择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，更重要的，我们可以决定子孙的未来。好，这是这部分啦，我是要跟你讲，哎，让柯文哲说的对啦。祖先不能选择自己属性，没错，是我们可以什么决定自己的未来啊？我们还要选错吗？你要阁继续做中华民国的人吗？嗯，那哪个做中华民国人，我们就影响到我们子孙的未来呢？你要阁算唔对去吗？你算唔对，阁是我直教你教，咱要教偌久诶？那已经教六七十冬，到明年为止哈，2015年就满七十冬啊呢。都是国家六七十当来拢无正常，你感觉无足悲哀嘛？对不？哎，我是帮你大人看，感觉哎，柯文哲真正厉害啦！伊甲警惕讲无脖上，就没有脖子嘛，对吧？没有应景的精神。哦，啊，柯文哲医生，我是足希望讲哦，恁有人会当去个介绍，介绍来咱台民政府上课啦。伊是最近因为学院的关系啊，所以这像选台北市长这新闻拢无去啊，对不对？你要选台北市长吗？其实应该来咱家上课，伊上初级班、上高级班，上了去买迄《新台湾论》读册，参加军校的考试，考掉伊就使去做台北军校啊。伊免在遐选啦，选到哈开足侪钱、开足侪时间的，唔免嘛。伊来遮6天的时间，用一寡时间可以读册安尼。哦，啊要一束西装5000块，啊要一本册1000块。对吧？啊，上课16000，到台算算的，加加，佮开较济，超25000就有啊，对吧？绝对比拄啊要选台北市长，拄啊选举开佮较济，省佮较济钱，省佮较济时间嘛。我是希望讲，恁若有机会吼，看会当甲咱台民政府介绍伊无？若有介绍识吼，真正甲讲啦，我们需要他嘞，对不？我们需要他嘞。哦，好，过来。哎，其实哦，血统不等于国籍。麦克讲什么？哎，带着中华民族，吉隆民血统都唔是啊嘛。吉隆民跟咱国籍根本就无关系。哦，来，我们下一代希望成为哪一国人？哦，哎，台生把你给绑了。啊，前面的灯把它关掉好吗？哦，认为你是哪一国人？前面的灯把它关掉。不要讨论，自己想。然后大声一点。可以，你只要认为我是什么人，这样就好，都没有关系。任何当然都可以。不然吗？
台湾人吗？还是两个拢是？还是拢不是？啊？老师叫谁？几位？来，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眼睛闭起来。啊？眼睛闭起来。来，认为你是中国人的举手。没有关系，你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别人啊。好，我放下。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举手。喂，举好，不要举阳手啊。好，手放下。认为两个都是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两个都不是的举手。哎，这挺快，都没有举手的举手。不是人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下一个题目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想要当哪一国人？不准讨论呢。中国人、台湾人，还是这美国人，还是这日本人？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好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不准看别人。好，想要当中国人的举手。好，想要当台湾人的举手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想要当美国人的举手。我举好来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想要当日本人的举手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拿我来。老师，他有问题，他只要当南非的。刚才想要当中国人的零，想要当台湾人14个，美国人7个，日本人12个。刚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3个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26个，认为两个都是的3个，两个都不是的没有。啊，你对自己的认知，认为你是哪一国人？啊，这样就好。好，来。这是刚才一个班级呢，这个教材班级，照你讲哈，应该是爱所有的全国拢在调查，安尼较会准啦。但是无可能这一款代志嘛，所以我先伫我家己的班，泰森，麻烦把灯打开啊。所以我先搞我家己的班做调查，结果呢发现啥，想要做台湾人的上侪啦，14个，过来是要做日本人的12个，啊嘛有人想要做美国人的啦。啊，阮哥哥嘛，第一下来在教册，伊嘛要问过伊教的班级，差不多拢是安尼啦。要做台湾人，要做日本人的上帝。所以你讲咱的囡仔认同是虾米货，对吧？有人讲啊，恁台民政府起来一定会乱呢。我感觉少年迄代人起来讲，啊，咱来变日本人，哦，太好了。伊人讲，哦，太好了，对吧？哦，很清楚，我们的下一代到底想要当哪一国人？啊，咱都在打拼啊。啊，刚好他们的选择也是对的嘛，好不好？麦克讲啊，我是中国人，拜托诶，麦克安尼讲啊，好，好，有真的本土台湾人，你若无为咱党前途打拼，你真正无得面对后摆子孙。赶快第一个班啦，不要二噶，你若讲，咱第六次世界大战个即嘛60几档啊啦，啊我未娶某，啊假使啦我娶某了，过20年。囡仔大汉啦，囡仔大汉结婚，佮娶某生囝，孙仔大汉佮过20年，啊，20年佮20年、40年啊嘛吼，啊，佮加这60几年、100多年啊，讲咱台湾也无改变吼。有一天，我的孙仔甲我讲，阿公，啊，恁是咧创啥？啊，咱台湾要100多年啊，是吧？啊，要无一条路出来，啊，若佮安尼，啊，恁去国际社会顶头拢佮人袂比拼的，啊，恁是咧创啥？啊，我是要怎甲我的孙仔讲？啊，内底一个作起来啦，同学讲，老师，你就跟你的孙子讲说，孙子，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了。
我讲哦，对啦，哎呦，这推卸责任啦，对不？我即卖使做先，我唔做。你后边讲哎，直接扫海后代的人，哎、欸，这四十几档，这个四十档这不是好过呢？啊，该做的是唔做，你怎么推卸责任？你要害我死哦？啊，你敢对？真正，咱要拍拼。好家在，恁大家拢来这上课，表示你还佫加减有认同，因为恁拢是真正没有介绍来嘛，加减有熟悉嘛，其实加减有了解，对不？哦，咱真正为咱台湾前途拍拼。哦，阿弟，大部分人即卖吼生活过巴肚袂富啊。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时阵啦吼，我还想去做兵吧。我听阮迄女同学讲，我们出去应征的话，大概还有26,000-27,000左右，起薪哦。啊，即卖起薪呢？啥物甲咱讲22K、23K， 有25,000，对不？啊，这劳工阶级的最低薪资是10,000+尔嘞。二十年来倒退薪资，而且什么贬值又物价上涨，他也愈步愈倒退嘞。大家为了巴肚已经拼到要死活活，这也无法度啦。但是我讲哈，你袂使干为了家己啦，你用家己为了家己吼，台湾一直安尼继续落去，这不是办法。啊，你讲福茂遐个囡仔，哎，敢那有靠有咧为国为民吼？但是我讲诶，不问是非啦，行了，你搞不清楚啊。你还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弄，他要理你吗？你是爱规个把中华民国提掉，真正由咱本土台湾人来为这土地做代志，伊阵啊，才真正是为民设想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他们还是搞错了嘛。哦，好，第二代志一定要去做，转型正义一定要做。中华民国入来占咱的土地，啊，打死咱的前辈，啊，这的人。你要行公平正义呢？你占人的土地，你要行人啊！我咧大中州哈，中华办公室，你有机会去看，有一面壁，伊一个文件哈。中华民国军队入来，共占人的土地，后壁军队无用啊，去找迄个管政府讲，啊，你土地要还我。你知影管政府甲讲啥吗？无解，我不能还你啊！哎、欸，太安内咧，什么无解不能还我？哎、啊，我的土地啊，无是要占么东西？啊！咱去讲，中国民党党产有问题，大家拢知影党产有问题。马英九嘛知影党产有问题，伊讲伊要处理，敢有处理？没有吧？中国国民党他阿侪钱，伊阵啊来甲台湾时候，伊有土地吗？啊，想了起码还得土地，啊，还土地对得来？没想过吗？你要还给人家，转型正义一定爱做。咱的迄、那个。台民政府内底就是转型正义小组，后摆做这工课。我们要一个公平正义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该我的还给我。哦，历史不可以被掩盖或是遗忘，历史会让后代不再受同样苦难，犯同样的错，对吧？一个砍，一个砍，干不要认贼作父，搞不清楚。哎，这真重要哈！去年4月份，咱本来都有一个记者会，第一美国派17个出去，10个叛变，有10个叛变哈。啊，因叛变了回来哈，第一王位领导改龙样啊，不服这边的处分嘛，讲安怎安怎，哎，啊，无一定哈，伊那边有一个人放迄个影片我看。头十几分钟，我看完奇怪，啊！你去用处分，啊！你认为这边处分唔对，啊！你唔对啊？啥？你要提出证据嘛？我是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代志？我是安尼是对的，啊！你的处分是唔对的，唔是咧，伊个影射啦，啊！迄林志兴吼，迄敢那中国间谍，哦，因太太嘛，敢那中国间谍，讲迄啥？那是咧抹黑啊，人身攻击啊！啊，第二段我本来看看啊，这没有讲到重点啊，这些冲向我要什么走？没啊，第二段讲啊，那个2分钟再2分钟就好，去看。哎，一个查某人出来讲啥话？讲诶，哎、欸，我在美国丢掉一个梳子啊，罗啊，讲几波啊？你底下放个罗啊？你去改你批评叛变有啥物关系吗？无关系吧？这模糊焦点啊！但是咱这边不是哦，咱提出证据哦，按事实处分诶，你去遐。甲这边所甲你交代无共款，你讲啥物话讲唔对，做啥物代志做唔对，所以甲你处分。所以对家开始讲啊，两边无共款，
所以您大家要注意哦，您来当民进党嘛是同款的，你要思考判断，袂使干来对人行嘞。哦，伊当初带入来人讲这边真好，所以这边好。伊即摆讲，嘿，必须你这边有问题要走，好，我就对走。你若要对人走，有一天你一定踏入陷阱。啊，你也踏入陷阱。好，咱时间特别到，上尾我恁讲啊，这哈，拄只是迄个咱主席，尾下咱九月份阁办一遍，资料伫遮，哈，恁来家看，啊，这本遮。分了，我想已经分了，这无使，但是不要紧。迄、那个网络顶头资料吼，来，阿弟，希望恁大家紧去招招啊，甲关心咱台湾的吼、哦。啊，哎，其实要读较清楚，要判断的啦，莫干那要对人行。啊，真正有心。啊，这边，较早咱的广告拢是哦，办身份证啦，吼、哦，讲法律啦，但是现在不是哦，你注意哦，这样执政团结新台湾，这是过年以前的广告。咱已经预告咱要执政啊，但是外口人唔知影，看无，伊拢认为咱是安尼啦，对无？到时就证明到底像是一只安尼啦，哦，好，咱今日到这哈、哦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下课休困啊，我靠，会当用餐呐、啊，谢谢。